怎么这么多鳄鱼啊？我怎么会变出来这么多鳄鱼呢？赶紧让我给佩奇打个电话，让他先别回来。喂，佩奇，你先别回来。啊，咱们家进了好多鳄鱼。对。啊，你等会儿再回来。好。你们赶紧把你们手机里最厉害的表情包给姐姐发出来，我要把这些小鳄鱼给吓跑。哇，这么多糖果，你的表情包真厉害。这么多糖果还是紫色的，我吃哪个呢？哎，我吃这个紫色的小蛋仔吧。看紫色的小蛋仔，哇，他还在斜着眼看我。他还在斜着眼看我。我们把它吃掉吧。尝尝它是个什么口味的。哇，是绿色的呢。是个青苹果口味的，特别好吃。哇，掉了，正好我蘸一下这个糖果。好好吃啊。今天吃什么好呢？嘴巴怪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怎么不说一声呀？你吓我一跳。这是谁的手呀？是红色的，是流血了吗？哦，好害怕呀。这是什么呀？这又是你的鼻涕吗？来看一看。是糖果呀。啊，这个也是糖果吗？它也是糖果。哎，这不是我佩奇的好朋友吗？小花猫呀，怎么到你这儿了呀？你该不会是想要吃它吧？还是我吃了吧？不要告诉佩奇哦，自己知道了会哭的。哇，小花猫好漂亮呀，我都舍不得吃它了。是巧克力做的，好吃。这个就是爆皮葡萄吗？哇，看着好好吃呀，让我来吃了吧。跟说谈谈的，太好吃了。这不是你手机里的表情包吗？怎么还到我这儿了呀？那我可要吃喽，吃了你就没有了。快看看你手机里还有没有吧。这儿又有一个虫子，你看你牙齿上都长虫子了，还是一个粉色的虫子呢。我看看还有没有了。哇，这是个眼球啊，也是糖果。我吃完了，拜拜。